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，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暗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我说因为他们不如你我。后来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都是废物，信什么狗屁如来，不如我自己来。笨货，
也被那老贼抓到了。这大豹比以前邪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。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。聂启生，先杀出去再说。韩军是就是我们忠诚之徒，法群众。我说法群，我生之悔恨，更畅快些。定能成佛。
必定豁然高明。我想受伤，我黄梅只为自己。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袋儿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，还化作我模样，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，一心逞能报复。大肚皮，我早该踩到是你。恕罪恕罪。拐你一次我信，拐你两次猪都不信。我也不信，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。我本要亲自收他，不料两位施主先到，不能，你自是福大命大，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，这回或许没看错人。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，你那黄眉小儿失足淹死是小，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，再找寻起来就难了。你那九齿钉耙，且借我用用。
师兄此番下界倒是去了好久。说人话，这回我又赢了金蝉子。祸乱人心，道果为因。师兄如此执着输赢，可笑可悲。若不能赢，还仗什么因果人心？石猴不过自封齐天，那四庆童儿却敢自立宗庙，自封世尊。亏得你佛心坚忍，勇猛无惧，竟抵住了他的引诱。那些个星君魔将、高僧大能，一个个乱了性情，坏了道心，真是因为放不下心中的偶像。你一路迎霜冒雪，可曾嗅到使人痴心破灭的味道？